在感情里，爱可以分为很多种，有浅爱，有深爱，还有爱你入骨。每一种爱都会有不同的表现。男人爱你入骨时，会有这三个表现，真的很准。一，他会尊重你。男人爱你入骨时，他会尊重你，不会勉强你。比如说你喜欢吃辣的，他不喜欢吃，但是吃饭的时候依然记得为你点辣的，因为他希望你吃得香。比如说有哪件事你不想做的，男人绝对不会勉强你，他会尊重你，理解你。男人爱你入骨时，就是能如此的支持你，理解你。二，他会为你改变。男人爱你入骨时，他会为了你而改变。比如说原来他是个不太心快的人，但是为了能让你过上好点的生活，他会努力的改变自己，努力工作，想给你挣很多很多的钱。比如说他以前做事总是拖拖拉拉，但是为了快点见到你，马上变得很有效率。男人爱你入骨时，就是能够为了你改变自己。三，他会花时间陪你。男人爱你入骨时，他会花时间陪你。现在的人都是很忙碌，所以如果不是真的爱你入骨，是不会陪着你吃饭、游玩，甚至只是坐在一起聊聊天之类的。而爱你入骨的男人，也许他暂时没有很多的钱给你，但是他会在休息的时间每时每刻的都陪在你的身边，关心着你，呵护着你。细细心与男人爱你入骨时，会有以上三个表现：尊重你，为你改变，花时间陪你。真的很准，你的他做到了吗？西西暖情文，西西图网络。